嗯，哦，可能就是在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高定的裙子，然后呢跟我的裙子呢相结合了一下，然后就不分开了，然后就一排的朋友帮我一起去把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个高定的裙子呢分开，反正就还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嗯，Yeah, please.